主料：猪蹄500克，话梅30克，辅料：滚水600毫升，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食材：猪蹄和话梅。食材全部摘洗干净，抽烫一下，再次洗净，放入电压力煲内胆中，倒入滚水，盖锅盖，通电，雪粉豆蹄放功能键，时间到，断电，揭盖，放入食盐调味，盛出享用。烹饪技巧：话梅本身有咸味，放食盐调味时要注意用量，以免汤汁过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